我回来啦！今天要从晚上开始行动，因为我进来时间刚好是晚上，没有为什么我要晚上开始玩，就是因为我进来时间是晚上。好，那因为时间白天晚上好像真的隔蛮长的，所以要等晚上真的蛮久的，所以我们直接行动吧。而且我的可度真的一直在提高，我从第一集玩到现在其实是同一天录的啦，所以我还没有出过游戏，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我那个床可不可以有没有记录这样子。而且我现在也不想尝试，因为假如出去记录就没的话，我那些东西都没了，觉得很烦，所以我就打算看可以玩到哪里就玩到哪里。我们这一集的目标是找斧头，这样子我们才有多余的材料去，砍木头啊，做一些东西这样子。我身上有带那个吗？等一下，有带啊，我身上没有带那个，那个叫什么？手电筒，回去拿一下。这个，等一下，我刚看到一个东西，是什么？可以用吗？没反应，按什么键都没反应。拿一下手电筒。东西好多哦。这个吗？这个。这样子。我怎么记得有一个亮度比较亮啊？是这个吗？好像不是，对不对？算了啦，可以用就好了。那个比较亮的，我记得我死前还拿在手上啊。那不是掉在这边吗？奇怪，消失了手电筒，算了，不要理他。赶快前往下一个城市吧。我们去城市之前，我们先去那个啦。前面有个码头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们车要开的好一点。不然人家卡死叫我们车就报废了。我僵尸倒车倒车，等一下我就先下车。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吗？材料 yes 材料，裤子已经有了，不过这件好像比较好看，比较搭，穿一下。真的这样比较好看，那这个裤子就把它做成布吧。OK， 继续看有没有什么材料之类的。木棒，我要斧头啦，给我斧头。下面是海吗？看不太出来。而且我看预告那个海不是有改吗？还是说我设定没有调到？没有啊，我设定都是用预设的啊。有裤子啊，东西满了。好快哦！真的耶，好多东西哦。先把这个丢在地上，把裤子捡起来做成布料。好，那还有东西吗？这里还有一个货柜箱。没东西。前面嘞，没了。斧头。也太快了吧！我这一场运气也太好了吧，好到有点让我觉得有点夸张哦。这可以做成别的东西吗？不行，这可以做别的，不行。那我东西满嘞，我该丢什么东西？把吃的这个吃的把它吃掉。有斧头了。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，我好渴啊。真糟糕，可度直线上升，没有其他喝的吗？这里还有另外一条路。荧光棒没东西了，木条又是木条，
木条小小的，很难看到的，这边角落都会有一些木条。不过我斧头，我干嘛去捡那个小木条，去砍木头就好了。我们回去把一些东西收整理一下。我觉得我这个位置有点危险，我看一下倒车的路线，直直往后倒。都不要转弯，倒到陆地上再说。有点恐怖。好，可以倒上去，倒上去。好，转弯。拜托，考过驾照的，是什么？什么东西？有斧头好办事，我们可以那个了。啊！试一下，这可以解渴吧？我记得解一点点，对，解一点点。我们现在只能靠收集一点小小的梅子来过活，不然的话真的有点太渴了。我们等一下绕一圈看一下有没有多余的梅子可以捡。野梅。rope 也把它丢一下，这样子，对对对。这材料太多了，这样，把它分散丢好了。Batteries 丢到这里。木条、木棒丢在同一个地方。线 wire 就这边，好、啊，其实乱中有序的，不是乱丢的。这是怎样穿过去是吗？这为什么会穿到这边？没道理啊，没可能啊。好啦，这样，收集梅子、野梅，不然我要渴死了，我真的要渴死了。我可以升级一下，不行，等经验太少了，这可以。水塔可以喝吗？看起来应该是不行吧，没有做那么细吧。我要喝水，太渴了。这可以喝哎、欸，这个没有坏哎、欸，我刚以为是坏的，喝一下吧。Yes。有一种解救的感觉，很快，趁现在渴度还没有真的很低的时候，赶快多找一点梅子来吃。这个真的好暗哦，没有比较亮的灯吗？可恶！这口枪它是不是会随机升一些道具啊？因为这个枪我之前在这边明就没有看到，所以啊，这个弹夹我在仓库里面有摆一些，这样我可以去杀一点鹿了。我一直想要杀野生动物，但是我一直想要猎那个什么猎一些东西，但是一直没有去猎。因为晚上根本看不到啊，只能等白天的时候去。晚上是不是应该做一些晚上该做的事啊？例如砍木头。好，我们现在砍一点木头来收集好了。
感觉白天砍木头很浪费时间呢。耶、爽啦！背包大就是一件爽的事。还有东西吗？就这样。收集到多少？哦，还蛮多的，再去砍一棵。哎、欸，啊，我应该拿那个什么，拿那个叫什么镐子来敲木头，来敲石头，对不对？我再砍一棵树，然后我们就回去拿镐子来敲一些石头。画面很暗，应该看不太到我在干嘛。不过这里有两颗石头，我现在还是看，还稍微有一点点看得到。好，先回去吧，开个灯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真的，手电筒在夜晚的时候超好用。这里有石头一颗，然后，哎，只有一颗吗？哦，上面还有一颗，两颗。检查一下刚刚木头砍完没有剪干净，有 ，OK， 回去吧。走路是不是有变慢啊？是我的错觉吗？东西拿比较重，这样。哎、欸，东西真的会生，真的会生。我发现了，真的会生。那食物看一下有没有生一些食物，这可以用吗？是贩卖机吧？开枪看大家看。哦 ，safety。为什么枪的声音那么小？没有带到东西，好，算了。我以为枪的声音会很大声，嘣那种感觉，结果。还是说他有套装那个啊？套装那个是不是消音器？哎、欸，没有啊，啊没有啦。食物试一下好了，维持一下饥饿度的稳定。看一下这里有没有生我要的东西，没有。那些腐烂的东西我摆着，是不是它就不会生其他东西啊？应该不会吧？我把那些东西把它拿出来丢掉吗？需要这么麻烦？然后把木头都放在这里吧。这个东西好多，哇！我把线拿到外面好了，线拿到这里吧。然后是什么？哦，只有一个吗？对。然后这里再放一个，然后木头都放这边。微量超多，好，稿子准备去采一点木头，石头，说错。这旁边其实应该就有了吧？有吗？这里有的话最近，不然的话绕好远。粉红色的梅子，哎、欸，石头走到了 ，OK， 看一下，
Yes. Rocks. 虽然我不知道石头可以做什么，但是先收集吧。满了吗？想说为什么捡不起啊？那我开个手电筒好了。有没有捡干净？没有。是什么？ Stone 石头还有分两种啊。好，白天快到了，我们准备要去猎鹿了，拜托，赶快白天。那里还有房子哎。等一下，我怕会迷路，我稍微记一下位置。这里。啊，那个房子我去过了嘛，对不对？我刚就从那边走过来，然后走右边。不对，那里我没去过。那里我没去过，去一下。格子够吗？现在只剩两格，我把这梅子吃一吃，然后去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东西可以拿。给我一点水吧。有田呢？那是田吗？田应该就会有农作物了吧？就会有固定的食物来源。我僵尸，我看到了。这农田是有农作物吗？把僵尸都打一打。我现在已经训练到对付一两只僵尸是没有问题，不需要浪费子弹。有鹿哎！我先等我那个，等我状态恢复。僵尸都没有什么东西，鹿才是重点。步步前进，靠近一点。我觉得开一枪应该是不会死，应该要多开几枪，所以我应该靠近一点。等到开完一枪，然后跑到别的地方，我才能追得上。小心翼翼，小心翼翼。好，差不多这个位置。嘿，果然没错，跑了。跑蛮短距离的嘛。等一下，再步步前进。好，这个位置。又中了，好。别跑！等一下，我不会迷路吧？就绕一绕自己迷路，这样对吗？死了吧！路真的好难杀啊！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，完美位置。换一个枪好了。Yes， 有了有了有了。啊？鹿皮吗？鹿肉？这个鹿死的样子。我刚想说这是什么担架吗？这长得也太奇怪了吧？鹿死会这样躺吗？好，有可能啦，我自己不没看过。这里又真肉蛮多的嘛。不要，我不要乱走，不然我会搞混。先点，这样我的东西有多少了？肉可以做，可以烤来吃；鹿皮可以做一些道具。OK， 那先回去。终于狩猎到我们on turn 的第一次狩猎成功。吃满了，试一下吧。
这两个东西，这两个是可以吃的吗？其实，哎，又有一只。我的枪剩一发子弹，这个剩两三发，不知道这个枪可不可以一下给他死，一下给他死的。不行。有打到吗？应该是有打到。在。好 ，OK， 有了。耶、yeah, ，狩猎第二只成功。肉，还有一些东西没了，捡完了。好，一直按到选单。OK， 这样食物应该可以维持一下，不过肉不知道煮起来可不可以解渴、欸？哎，我的辐射量越来越高了啦，我是不是应该试一下这个药，试试看好？我不知道这个药有没有效、欸，哎，这药感觉就是可以解辐射的，哎、欸，真的耶，两个都吃下去了，辐射量还是很高，天哪！上次杀一杀吧。经验有多少了？40。我们来升一下，我想升这个哎、欸，血量的。OK， 升一级了。拿一下。可以吃就尽量吃。哦哦不，我的辐射量太高了吧？这可以拿吗？斧头吗？不对，这到底可不可以？这是牧草吧，对不对？这我们不能拿、欸，好吧？进去房子里面看到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散弹枪，有子弹吗？你看，有僵尸声，哪里？70%，不要70%，先不要爆炸好了。去看一下二楼有没有东西。有弓哎、欸、，yes， 拿到弓了。这样我就就算是有一点点的无限子弹了，因为箭在那个里面，在那个基地那边有箭可以拿。这里有东西吗？哎、欸，又是一样枪哎、欸，看一下这把枪的子弹有多少。等一下，应该把子弹推出来，对不对？因为枪只要一把就好了。啊？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怎么回事？我看不太懂哎。Buckshot 啊，这个啦，这个子弹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是要退出来，退出啊！啊，有啊，我懂意思了，我懂意思了。现在我的子弹是零颗，那这把可以丢掉了。那这把看一下里面有几颗，里面有一颗。OK。散弹枪的使用方式就是一个。怎么讲？就是一颗一颗装的模式。这把看有没有子弹？那里面有两颗满的。好，然后我们把、这个梅蓝色梅子，不知道吃了会怎样、欸？
不过我现在没空间了，把它吃掉好了。然后这个种子就可以种了。这是 carrot， 这个是玉米嘛？玉米种子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去基地吧。哎，这井吗？井呢、欸？这可以喝水吗？这井吗？这是什么？里面有东西、欸。玉米种子啊 ，carrot 是那个啦，萝卜。那现在这个才是玉米矿。东西满了，丢什么好嘞？都不想丢哎、欸，糟糕！不行，我一定要淘汰一些东西。这个枪好了，这个枪我没有子弹了，先丢掉好了。OK， 一定要取舍，不然的话，不可能全部东西都拿着。这枪我刚来过吗？没有哦。材料哎、欸，好想拿哦、喔，不过满了，算了，先回去吧。走哪才对啊？这里吗？这个山坡我记得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感觉这个弓更强哎、欸。Longbow 这个是长的弓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也是弓。Compound bow。好吧，查一下这个字是什么意思。复合弓，带这个好了，复合弓感觉比较强。这条没错吧？哎，不对耶，完了，我迷路了，糟糕。我刚刚从哪里看到了？不是这个山坡，那就是那个山坡。我现在画出指的那边，对，应该是好。那边吗？哎、欸，查查看。哎、欸，一枪就死了、欸，而且我也太准了吧。那是猪吗？真的哎、欸，为什么他们死的姿势有点好笑啊？好，动物皮已经收集了蛮多的了，现在就丢在地上。等一下，吃一下，解一下渴。虽然。我的渴度真的是高到有点让我觉得好烦。录半个小时了。没错，到了，太棒了。这边选一下，这边的梅子长出来了没有？梅子没有，野莓没长出来，野莓长了一个蓝色的，蓝色 是不能吃啊，蓝色可以吃吗？捡起来试试看。哎、欸，我的辐射是不是高到一定程度，它就不会再往上了？我们的种子种下去好了，这边不能种嘛，种在这边旁边这里。好，然后另外一个也种上去，这个一个是萝卜种子，一个是玉米种子。萝卜那么小，玉米这么大，哎、欸，不，萝卜这么哎、欸，玉米这么小，萝卜这么大。好，我看一下要怎么把那个肉煮成可以吃的，因为现在是生肉嘛。然后顺便看一下皮可以做什么，鹿皮背包、鹿皮裤、鹿皮衣。
啊，没了，就这样啊。这些衣服、裤子、背包，我都有啦。啊，还是说容量会比较大，试试看好了。这个加上这个背包，试试看。你有比较大的话就浪费啦。等一下，我放在这边装好了。哇！没有比较大哎，而且我东西全部喷出来了，超烦的。觉得它是5×2，它空间看起来长得不太一样。那这背包，把它收进去里面好了，收在这边。我觉得装备把它收在这边好了，然后武器把它丢在不同的地方。啊，肉跟。这些全部先捡起来，石头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，石头把它放在这边好了。然后啊，弓我们可以把那个剑拿起来了，看可不可以装，应该是可以啊。这个哦，这个弹夹很多个耶。这个弹夹是装这一个小枪的这一把，那空的弹夹就是不是可以丢啦？等一下我看一下弹夹可不可以把子弹退出来，这样子比较好收集。好像不太行，那这样我怎么看得出来啊？这里会写零的话就是零颗子弹了。三颗子弹，那这可以叠在一起吗？不行，零颗子弹把它丢在外面好了，没屁用。杂物把它丢在这里。然后我看一下弓可不可以装。三，欸，可以耶，我们来试试看可不可以捡回来，我记得应该可以。埋设，这边设好了，设这里这个草。欸，可以捡回来，没错，太棒了。这样子的话，弓就可以，剑就可以无限使用啦，好用好用。好，然后肉怎么煮？查一下。火工具的话，是不是要？欸，发霉瓶装水加火就可以变成可以喝的水耶，所以是不是有一些水其实还是可以，还是可以把它变成可以喝的。我可以做萤火耶，四个木条加一个四个石头。等一下，我们刚刚是不是有看到一个类似喷火的道具啊？是哪里啊？有点忘记了。对，就是这个，这个是发霉的瓶装水是吗？我看一下，没错，这个东西可以把它变成可以喝的。等一下，很快我的可度已经到一个临界值。哎，东西又有出现了，又有刷新了，很快来喝一下，受不了了。这个先丢掉，这个先吃一下，这个应该可以解渴吧，解一点渴。完全没有，那这两个咧，这是火喷火的工具吧，我记得。跟这个不行，没反应，糟糕。这是喷 blowtorch 到底是干嘛用的啊？可以干嘛啊？可以解释一下吗？这什么东西？诡异的东西。Travel pack， 背包。等一下，
我可度已经到临界值了，我得先把萤火做出来。萤火需要四个石头，所以我先把这诡异东西丢掉好了，不然我没格子了。我先去东西收集一下。石头需要四个 stone，不是 rocks。stone 我好像只有很少欸。鹿皮把它放在这边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去看，再收集点石头，stone。这里都没有 stone 了，然后还要需要多少？我看一下，我不知道萤火可不可以拿来烧肉跟煮水，不过现在只能这样试了，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试了。木条四个，啊，旁边的那个食物店，我等一下顺便绕过去看一下好了，看一下有没有那个有没有刷新可以喝的水。99%了，好恐怖哦！没有吗？没有吗？好吧，那我们去赶快去那个砍一些石头，我们做萤火，看可不可以把水烧出来。我的啊，等一下，管他的，我直接喝了啦。不行，我要死了，不！不！哎，果然有记录哎，Yes！这是我尸体吗？我是不是有一个人躺在那边啊？Yes！太好了，原来有记录嘛，害我白担心了。东西全部捡起来吧。松一口气的感觉，就是看到自己尸体，好怪的感觉啊！啊，那我们把萤火做出来吧。萤火我们把它放在室外好了，怎么样？放在这里这一块。石头，去踩一下，有一种安心的感觉，有记录就感觉很好，很爽。可是这个记录是我都没有退出游戏的情况下，我不知道我退出游戏回来之后还有没有记录，还有没有在，这才是重点。不然每次，不然我玩游戏就不能关游戏视窗这样嘛。石头，石头，踩石头。看一下有没有人留言。哦，没有。踩石头。这样其实有一点点小小的作弊耶，因为就算我的食物或水量不够的话，我就让他自己自杀就好啦，这样我的东西，我的宝石都会恢复到满的啊。可是我的经验是不是啊？对啦，我的技能它会小遗失，这是唯一不好的地方。如果我要越来越强的话，我就不能死。剩我几个了？欸，四个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我们去生萤火吧，看可不可以煮肉。靠嘛，这集玩的蛮久的，我们等一下把萤火升起来就结束这一集吧。萤火，萤火，一下，然后再加四个，这个 ，Yes，Campfire，Craft。来吧，放在这里。欸，我记得上一次之前我录 unturned 的是不是太靠近萤火房，我会扣血啊？那我是不是应该用在一个空旷一点的地方？好啦，这边啊。Light，
呜，耶！好，那这集就录到这边吧。啊，玩到一个阶段了。好，那这集我会退出游戏，那我现在直接死好了啦，管他的。如果没记录的话，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继续开着游戏一直玩。哎 欸，真的没记录哎，等一下，让我太 shock 了，等一下。天哪，没记录哎，屁啦！那我这样怎么玩呐、啊？好啦，那我这个是算一个 bug 吗？这是 bug 超大的哎，不能记录，这 bug 超大的。好啊，那我 unturn 的就先实况到这边。那之后如果拜托出个记录吧。有记录的话，我才会继续回来玩 Unturned 的，对啊，不然的话，这个问题真的蛮大的。好，然后它这个上面有写说，现在是 Steam 的，就是算是先行版吧，就是还算是 Alpha 阶段的吧，对啊，就是测试阶段，所以有些问题有 bug 什么的，也可以回报一下。我是不是应该回报一下？怎么回报啊？没用过哎。好了好了，这集就录到这边。我是白龙，敬请期待下一集的实况。拜拜。